他这个是谁要饭了？我还想接他要饭来玩玩嘞，有时候就得人类世界蛮不错的。小娃儿，你叫啷个字儿？我乖子女娃儿，你是真妈大妈嘞？为啥子不好好看着孩子？看来是我做错了，你是受了伤，又不是不亲事儿。他是某人也艳福人家吧？或者比起这个，他选择当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。他那种看哪个都不顺眼的样子，哪遭得住？那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最后他为啥子会变成那个样子？小朋友要有小朋友的样子，好好读书啊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你刚才说很想念的那个人，那他身体严重不？他都晕过了，应该身体不轻吧？大红袍化身的时候，女王也没得法的嘛。但是莫三宝的死伤惨重，就连他唯一一个儿子也受了重伤，他为啥子不把解救的方法传给下一代莫三王呢？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用为了这个残酷战士我抓破脑壳了。歪歪，我是把你那么大声抓在吓老子一跳，我都叫你喊他字了，你啷个可以站对他？他一直都把你当朋友。我们就是这次考试的监考，你这个啰嗦老太婆，真啰嗦呀！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的吧？那你负责打，你没有做，你怎么帮助人类？不要遭魔仙女王发现了。金哥，你又是给魔仙小狼，为啥子你老是戴着面罩嘛？与你无关。就带一身的陌生人，是不是耍游戏滑板耍坏了脑壳？要不大家都在这里玩，太烦了。这是哪来的小娃朋友啊？游乐场都停电了，你还在这搞啥子？要你管！游乐场给小伙冒险断了电，是气汤吃吧？我就不觉得有啥子拉灰，你住口！原来头发真是他的弱点，啥子事情我很三万的。看来我真不应该救你，让你给小雨杀掉算了。竟然在自行车上施了魔法，蛮好玩的，真是进来玩玩而已。想不到你不断偷取魔仙彩色，连旧的进场也不放过。你这个黑魔仙的层次未免也太低了点。我临在泳池游摆摆的人都感觉到口渴的幻觉，这样子他们就会扭扭扭买饮料喝，不然你学不会游泳，只要灌到光头上来，我看他体力还不错。早晓得你们在这儿，我就走远一点。看来你今夜有波自知之明的，即使他是那么一个自私螳螂霸道惹人，回去当好你那点点那小鬼的乖巧的保姆吧。他伟大的计划我根本就没参加，你说话可真好啊。人说你们打不过黑魔仙就别逞强了，你的火苗仙早就跑丢了，刀仙给挤丢了，他关心的是女娃的阿仔，不是优乐。最近有很多朋友配这个游乐王子啊，所以我这边也来玩一玩，说一下之后的更新计划吧。明天会更新一期生日 vlog， 6月1号会有一场官方的直播节目，到时候看一下能不能找花老师和中二所拍拍节目吧。15号左右会做一期 B 站10周年的节目，期间的空闲时间可以穿插一些杂谈配音节目，随后也会考虑请一些更多大家喜欢的 UP 主嘉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风格或对本节目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数字三连加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与视频站，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最新更新的节目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